老子 Abraham， 掉你老母臭花起鸭，拉下听翻东方猫王郑君绵，拉后喺李鸿，喺中华民国53年5月20号礼拜三晚头黑7点，向石叻四摆波金电律船工戏院唱嘅诙谐粤曲《傻人行大运》先啦。放在哪儿？大姑先生，姑娘小姐，看关月，正人血，今朝正宗雪腔，帮衬唱啲嘢啊，乜冇人帮衬啊？唉，唔通呢度人唔鍾意听雪腔嘅？试下唱两句老马腔，睇下有冇人帮衬至得。得嘅阵啊，先啊女啊，烦嘅心啊动啊，夜出恩爱无啊穷，先生林啊女啊相逢，得两相妻啊夫妇恩情啊重，又为又先生花女相夫妻，相相对对日日爱爱风前中。啊，又冇人帮衬啊。唉，我睇雪腔马腔呢都係唔兴㗎呢。又试下唱新马腔，咁都怕有人抠啩。有坏歌恨什么暗啊啊伤，愁恨只可以永难忘，不知何年何日得上所望，胸怀铁石心马救命咁做乜嘢啊？哎呀，阿姑娘，我系叔父嚟噶嘛，帮衬下咧。嘿，俾你激死人啦！你唱成咁仲认叔父，我点帮衬得落啊？哎，我样样腔都识唱噶，唔啱唱第二样腔，你听下。唔听唔听。阿姑娘，睇你揸住个吉他，你都系知音人嚟噶。点解你又唔同情下我咁沦落啊？又，唉，我唔系话唔同情你，不过见你出嚟唱歌揾食，
老实话俾你听啦，唱旧曲你算唔兴噶啦。哦，咁呢度中意听咩曲啊？又呢度中意听流行西曲，睇西片嘅。哦，咁就易啦，我可以化妆演唱，化妆演唱，化妆演唱。嗯，你扮乜嘢啊？嗱，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，你等一阵。我扮俾你睇。虽然年老迈，我含辛本领，识唱能啊弹那样那样啊精。我扮个样似阿西，叉你一脚啊变得灵。嘿，你傻金刚仲自称本领，呢、这个时期嘅电影又变个乜嘢？叉你唱变灵。哦，咁边啲最兴呢？喂，边啲最兴呢？综合电影娇艳女星，又要参彩星度最兴女星，要放苏太度曲线巨型。哦，难怪啊，老夫都被你抽啊情。喂，我系啊男人啊，实啊实无兴啊，呢处地方巨影啊星，先讲风韵，至讲本领噶。系顶啦，咁你都唔识啊？啊，阿姑娘，乜你都识弹吉他噶？使咩讲啊？啊，唔该你借个吉他俾我，等我又表演第二样你睇下咧。又出边一笼啊？学猫王，又好，睇下你学成似唔似咋？喂，发冷啊？猫王系咁噶嘛？周身震晒乱嘅。用掌声点点我我自无声，摇头令怒似风癫者，面口要热情难兼且跳的身色闹要舞蹈，叉叉共男并步跟翻接拍断令高歌妙舞表演更要热情，马来亚系最兴。一于听你命令，叮叮叮叮，弹住吉他，时时学赞声，神色艺术制胜，还嚟唱歌。心之者，面口要热切。你学猫王都几似噃，不过都唔算得最流行啊。哦，猫王都唔流行，系顶啦。咁啊，而家最流行系乜嘢？最流行。又最受欢迎的就是狂人乐队表演咯。狂人乐队表演？嗯。哦，咁啊点狂法啦？唔该你讲俾我听啊。好啦，嗰啲狂人，狂人，狂人演奏全凭神情，狂人演奏认真搏命，狂人音乐全能成名。
一於順從啊你嘅説話，開聲唱歌，姿勢熱情，表演實行啊搏曬命，觀眾啊一定愛好聽。你講就易，唔知你做唔做得到啫？做得到有餘，等我表演俾你睇下。睇住啦。你真系聪明啦，呢啲叫做狂人乐队啦。系、哎，佢亲身教我噶。喂，我想同你拍档捞世界，好唔好啊？好、哦，喂，多谢多谢。小姐你贵姓啊？我叫做李红，叔父你呢？我叫做郑君绵。哦，原来你就系香港猫王啦。失礼失礼。啊，你就系玉联玉女啊，幸会幸会。我哋去边处表演好呢？最好喺呢度行出去对面街，行翻翻嚟呢间戏院度表演最好啦。嗰度好多老友记啊！好啊，一齐去啊！啊！